Hi Christina， 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，谢谢。这个星期六你要做什么呢？我没有事，为什么呢？我想要请你吃饭，可以吗？几点钟？晚上几点？在鼎泰丰餐厅，可以吗？好的。转下来，好吗？我一定趁着来，谢谢你的邀请，星期六见。再见。